荔灣啊，單極咪嗰啲嘛，中間咪之幸運嘛，本來德都極幸運，咁啊仲有嗰只白汪洋。嗱，德都勁啊，中間白汪洋裏邊幸運孖寶包尾暫時其實。起步跳就最快咧，開邊我當粉藍嗰個有心啦，裏邊我當都塊紅色冇印度王子啊，再嚟過半米一兩側緊咧就黑色冇一筆長區，暫時墊後位置嗰只馬夠響狂俠四隻馬入曬鏡頭噶啦，轉緊六百米彎單騎放你走中當帶嚟過嚟馬位就有心啦，守住裏邊第二位咧就係印度王子嚟嘅，第三位一路追趕緊咧走二碟就係長區，暫時包尾位置咧撳到實咧就係夠響狂俠啊。好啦，轉就最後直路啦，兩隻馬放頭嘅，咁啊中間位置係粉藍嗰個有心。裏面一攝上嚟咧，已經拍嚟過嚟某隻印度王子啊！第三位咧一路騎緊上嚟咧，見到長區遠巴尾撳到十九匹咧，就夠響狂俠兜到嚟最後百五米路程啦。再比兩比咧，見到係印度王子好好反應嘅，拋嚟兩個馬位過終點，印度王子贏第三組試習跑，第二名就有心，第三名就長區夠響狂俠跑第四嘅。